但是已经被歌手翻唱成弗拉门戈的节奏。我们欢迎这首《关达纳梅拉》。
来一段阿妹啊，回忆小时候，邓丽君唱歌的声音带，哎，是不是很多人还没听过？但是呢，我们今天熟悉了拉丁音乐跟弗拉门戈的舞蹈结合，很希望大家不要错过，每一个人一定都要常常运动，请站起来，我们希望跟着拉丁节奏让你。